剑法，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，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乘风，号称杀人不过十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？快剑乘风，夺命十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，若十剑之后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。 因为此时，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剑杀人，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，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11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，那就很抱歉了。我不会让你出到第13剑。 秀剑19式，虎虎断山刀。就算把这两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，又能怎样？就你，还想杀我？凭着秀剑，19式吗？ 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绣剑19式，左手刀，刀名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，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，剑谱西楚。剑歌。